请看下面，勿因巧立，使人父子不睦。啊，就是不要由于一点小的利益，使他人的父子关系不和睦。啊，这要注意，在中国谈五伦关系，有三伦关系是在家庭：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你看，这是家庭搞不好。那整个社会就会乱，家庭搞不好啊，自己也很痛苦啊。但是这个家庭的伦理关系是要有相搁置的这种伦理名分上的道德义务的啊，这些都要去了解，而且要建立的啊，这样家庭才能和睦，你的身心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啊。所以，父子这个伦理关系，它比兄弟的伦理关系更重要，啊。那兄弟之间如果不和睦、相互斗争，已经是不吉祥了。如果父子关系还这么乖张，啊，离异，那就天伦都灭掉了。啊，因为父子关系这个天性的关系是需要父慈子孝的。如果这个父子关系紧张的，你儿子就不孝的，你父母也就陷于不义之地不慈了，那就是自然的伦理关系就没有了。那双方都要受到巨大的损失。所以这些伦理关系、家庭伦理关系，自古以来都谈到，为了维护这个父母跟子女的这种天然的这种血缘的这样的亲密的关系，都是易子而教，父母不亲自教育，就交给老师去教育，因为教育的问题，他要择善的，你做得不好是要说你这个做得不好是要惩罚的。如果父子直接去择善，甚至体罚的话呢，那可能就会伤害到父子这种天然的关系。所以，为了呵护、保护这样的关系，就易子而教，自己的儿子交给别人去教，别人的儿子交给你来教，这可以，啊，都说明古人对这个关系的重视性啊。其他的人对人家的父子之关系，由于有种种利己的因缘这个使我的父子关系这个乖违骨肉之情有嫌隙那个哀哀父母这个看到子后代子孙而感伤这个继继儿孙对桌庭院呢复旧，这个既对桌祖先呢父母而复旧，这个心就于心何忍，于理何安呢？天理都没有了，那怎么能安心呢？所以自古以来，古来的贤圣告诉我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对我们的父母、祖先要孝顺，也要把这一念的孝顺推广到其他的老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对我们的子女要有慈爱之心，也把这一念慈爱心之心推而广之，一切的这个少年人都是自己的子女，这样的心才能使家家孝顺父母，父母欢心。那我们这些后代侍奉乡亲的孝心才能得到安慰那么父母教育子女的这个念头才能安乐如果不是这个样子。你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让父母子女形成了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那让子女之不孝，父母之不慈，这样的一个过失可就太大了。
那么父子不和睦的原因也有很多啊，要么是由于性格语言的这个差异，要么是由财产的这个问题啊，要么就是由于有前夫有继母啊，继母前夫继母的问题。问题可能他就有对子女有哪个偏爱一点，有哪个讨厌一点这样的私心啊，或者有正夫人生的儿子，有庶夫人妾生的儿子这样的哪个薄哪个厚一点的这种问题所导致的。那这些问题大部分归结到一个利益问题，所以这个父因小利。这个小不仅仅是一点点锱铢必较的小，那就是纵使你所有的田产、所有的家宅来比较，较之于父子关系不和睦，都叫小。那么父子关系不和睦，还有一个在现代我们来看，还有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大家年纪大的可以想到文革的时候，曾经有多少家庭不和睦是由于阶级斗争搞到家庭里面去了？如果父母是划是个地富反坏右分子，于是这个子女呢就要跟父母划清阶级界限，甚至要批斗父母，出现这个情况。我们看到现在有些人也在忏悔原来我看一个电影导演，很知名的电影导演，他就谈到一生他的悔恨，是在于他读那时候正读中学的时候开批斗会，他的父亲就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那时候红卫兵都很积极哟，他就把这个。父亲推到台上来批斗，那阶级斗争搞到家庭其实就很麻烦。那家庭里面可能相互之间这个就不会有很多的防备之心，就会谈一些对时局、对某某政治人物的看法。然后这个子女就把我那个父亲原来在家里说了什么什么东西，反对伟大领袖什么，都把这个给端出来了。你看看，父子之间夫妻关系还有夫妻关系，可能在床上说的话，他都作为他批斗的材料了，所以搞得这里就人人自危，那这个电影导演谈他当时他批斗的时候，还打了他父亲的一个耳光，他那父亲当时非常痛苦地看着他，他说那个眼光他是终身难忘，所以他一生的负疚所以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这种极为错误的意识形态，伤害着这种父子的天伦的关系，这个给父亲给这个子女导致的心灵的伤害，可能伴随他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个叛年，没有比父母对你更有恩德的，所以我们说使家庭的三种伦理关系。调顺是我们国学恢复才能做得到的。如果没有儒佛圣人的教化，我们家庭关系很难搞好。很难搞好，是由于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人，做丈夫的不知道怎么做丈夫，做妻子的不知道怎么做妻子，做子女的不知道怎么做子女。你看，刚刚有位居士跟我谈他的女儿出走的问题，我看他作为母亲的心已经操碎了。那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为什么会出走？这里面就涉及到教育问题。如果她稍微有点孝心，她怎么可能就这么随便出走呢？她这种行为导致的对她的。父母多么大的痛苦，他只要想到这一点，也不敢出走但是这一点他没有
没有人跟他讲过呀，他就自我中心呢、啊，我活得不开心，我到外面去呀、啊，啊，所以这个教育实在是太重要了。很多做子女的怨恨他的父母，啊，我常常看，其实父母对他操碎的心，然后他都觉得他父母对他不好。啊，又不带我到那里去玩，啊，又对我太严格，又经常怎么怎么样，殊不知当然做父母的也确实可能教育的方法是有问题。现在搞的一些子女对父母的那种反弹，啊，其中有个做女儿，到了做女儿的，就是跟父母不讲话，这也很麻烦呐、啊。你说十天八天不讲话可以。那么一年两年三年在家里不跟你讲话，那你就没辙了，那父母就很痛苦啊。这就是家庭关系搞不好真的是他人就是地狱啊，双方都在痛苦啊。